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祥林，今天再一次来玩我们的血染小镇吧。我们还有几张地图还没有玩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工作坊里面还有更多的地图哦。只是我看起来好像暂时没什么兴趣去玩它而已啊。那在这里的话呢，我们还有这个警察对战这个海盗，警察对海盗感觉是个很不错的。然后另外这边呢，感觉可能也是跟海盗有关的，但是跟那个官方地图呢就比较不一样了。我觉得警察对海盗这个可以先来一下。警告：以下内容可能包含血腥、暴力、裸露等情节，请观众自行斟酌是否观看。好，我们进来了之后呢，为什么一开始让我面对的这个是怎样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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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哦，全是我们有力的帮手哎！你的椅子如果拿了，你，所以我把椅子拿了，因为他还可以坐在原地哎。果然这种特技表演，这会不会一开始这边的海盗全都是我们的同伙啊？诶，他在外面打人吗？所以他打的那一个好像不是。等一下，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应该也是海盗，但是我们在官方地图里面的海盗是几乎所有人都跟我们是作对的嘛？Oh my god！这张地图是不是完全是打爽感的那种？所以应该就是海盗对上警察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海盗。我们要去打警察，这样子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同伴。那出来之后，哦，喂喂喂喂喂喂喂，哎，真的反了，真的反了。那就开始吧。所以他原本在地上，然后毫无反抗之力。我们一开打之后，然后就打起来了。这个干嘛？这干嘛？这干嘛？你又不是警察，你打我干嘛？所以这边还有警察吧？这警察大概是被解决掉了吗？解决掉了。这边还有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会摔死吧？这个。我还真的就摔下来了，这个是 这个干什么？喂，这变成什么了？整蛊海盗是不是啊？这张地图太扯了吧？好吧，这边有一个警察就交给他了，然后这个警察又交给我了。原本毫无招架之力的他，突然之间变成了有招架之力了。好，我们先躲进来，稍微看一下这里面的状况好了。这个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不是我们的同伙了，这个也不是哦，所以打。这个也不是打，这算一个 bug 吗？会不会打到最后剩下最后一个人就是那一个人啊？我们出来看一下好了。所以这边的人一瞬间呢，又全部都变成了不是我们的同伙啦。哇，人好多哦。所以难怪一开始的房间里面有这么多的武器，因为人真的好多哦。我们拿一把枪出来好了，去吧。但是那把枪，这个枪好像开那么一枪，刚刚这个警察好像等一下又会站起来的感觉啊、哦。确定一下好了，因为刚刚好像没有把它解决掉，好像解决掉了。来啊，这到底解决掉了没有啊？我不是很确定哎，也许是解决掉了吧。哇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还拿着那么凶狠的武器啊！倒了，倒地了，他们自己被绊倒了，趁现在，趁现在，搞定了，自己人被自己人给绊倒了，是不是？糟了，好像踢不倒他，但是我这边还有更多的武器，我会怕你吗？我跟你说，这里可是我们的大本营呢，这是不是他我们的监狱啊？一开始他把我们关起来，然后我们要造反就对了，然后还真的被我们给造反成功了。这下面其实还有更多的武器可以用哎，所以警察跟警察自己彼此之间会不会打起来啊？好像还没有，警察跟警察好像还没有打起来。我后脑勺插了一刀就把他给插到了，OK，接下来我们拿着更大把的。这把是木剑吧？这把哦，就只是刚刚在里面的颜色比较奇怪而已。继续打，继续打。那边还打得很高兴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头上已经没有我们的友好标志了，所以这边的人全部都要打。而且更夸张的是，其实有一个人手上拿着一个很危险的武器哦。等一下，这个彪形大汉手上拿的武器也很危险，谁在我后面打我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你哪里来的？我的天啊！那真的是我屁股得要有长眼睛才行啊！打掉他！我这把可是很大把的，我跟你讲，他跑掉了，这边应该安全了吧？他刚刚到底怎么来的啊？这边是怎样？暗门密室，这里有个密室骗人的，骗人的！等下，刚刚那个人是不是从密室里面出来的？剩九个人了，后面都挤在那一坨了。这边有几个人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边是八个人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这个先解决掉，我们拿到这一把圆月弯刀，六个，
一二三，哦，这边是六个人，这边是六个人，所以没有问题啦。里面那个人到底是在干嘛的？搞定，搞定，搞定。所以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只要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。躺在地上的这边这两个人解决掉，还有你解决掉，趁他们趴在地上的时候呢，解决掉就行了。这个还活着是不是啊？被解决掉了吗？解决掉了没有？还没解决掉欸，还要开第二发呀？这太夸张了吧，太强了吧！我要开第二发才能把他弄死啊！什么时候这些人变得这么强了的？解决掉，解决掉了。所以出口哦，这里是，等一下，出口在那边。喂，我已经把所有人解决掉了。我要往出口走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掉下去的？这一关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我要再确定一下，这张地图到底是个什么状况？我先把这把刀先拿了。所以这个人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的吧。不过他是还在确定谁是友好的，谁不是友好的，是不是？全部都变友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那么大一把，把我们的彪形大汉一砍就，你到底是在打我们人，还是在打警察啊？太烂了吧，这个人！这警察被解决掉了，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打的？这边到底是？这里的状况也太奇怪了吧！刚刚那一瞬间怎么了？窝里反了，真的都反了这里到底怎么搞的？为什么刚刚会从这边就掉下去了好，这一次我们很快速的看能不能把这边的人都先解决掉，这警察先解决掉其中一个。我好像不是解决掉警察，但没有关系。好，到处都打得很开心。我们最重要的呢，还是去拿我们更好的武器。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去吧，然后确定一下自己屁股后面要是安全的才行。是不是有人要过来啊？这边解决掉，所以这两个人都解决掉了。虽然是友好的，但他到时候一定会变得不友好，因为我们得把场景里面所有人都解决掉。所以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是友好的，但实际上也不是啦。那这边的话，看能不能偷袭彪形大汉，解决掉了。还有你，喂，好强喂，这个人好强哦！有没有更好的武器啊？这一把，这一把，这一把，狼牙棒，去吧。解决掉，解决掉你哦不太棒了，都倒了，都倒了，都倒了。所以那边，那刚刚那里面应该又算是一个他们的休息室吧，对不对？打吧，打吧，刚刚打了一下他的屁股，好强哦。他们这些家伙，这应该真的是刀的武器最强，刀这个攻击力是最强的。继续打这个，四个人，所以四个人都在这里吗？这边是两个人，不对，还有两个人，不知道在哪里那边顶他一下，顶他一下，然后我们继续拿更好一点的武器吧，应该是刀子一类的会是最好的。先拿枪好了，要进来的人我就开枪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怎么会打歪了的？刚刚那一发我怎么会打歪的？我戳，现在还有三个人，这地上这边是一个，你，哇，好强哦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这个又倒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呢。还有一个呢，果然还是有 bug 的嘛，对不对？打掉了，还有一个人，能不能显示还有一个人在哪里啊？不然我怎么知道还有一个人在哪里啊？这张地图果然 bug 还蛮严重的，这一张，难道躲在这里面了？没有啊，还有一个人，是怎样掉到地图外面去了？这该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那一个人？随便乱打乱挥，还是他？还有一个人啊！哈哈哈，这张地图太有问题了啦！果然，刚这边好像有一个友好标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还有一个人还活着？看这样子，我可能只能认定那一个人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总而言之，是一张有 bug 的地图。好不容易把人就解决掉之后，我居然会在走到出口的路上，然后掉到地图外面去。我决定这一次我也直接掉到地图外面去算了。这张地图实在太有问题了。虽然是还蛮有趣的感觉啦，但是地图的问题真的还蛮大的。再来的话，我们要来玩这一个了。这个是什么黑胡子的什么？我一开始是被压制着的。这是黑胡子海盗，我一开始是被抓的就对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我们要反击了。所以，我们原来里面有我们的同伴就对了。我们已经跟人已经
讨论好了，为什么已经死了这么多人的感觉了？欸、所以说外面打得很开心欸、欸、外面打得超开心的啦，到底有几个人啊？这张地图，等一下，其实我超想要看看，就是说，我被卡住了，被卡住了。刚地上是不是还有东西？有，死吧。所以那是我们的伙伴在这里，黑胡子、大胡子是我们的伙伴在这里。喂，外面打的死的好快哦！哦，原来我们的同伴超多的，外面是来救我的吧？我是船长，是不是？哇，欸、超赞的耶！这张地图好大呀，这里还可以往上走。我还以为这个楼梯可以往上面去嘞，原来只是用楼梯来代替那个绳索。原来有108人啊！哎、欸，这张地图这么小小一张地图里面有108人，然后我不到一分钟已经死了，好吧？所以他一开始抓走，但是我们可以离开。好吧，原来来了，原来就来了。我还以为我可以先出去外面看状况，哎，原来不行哦。看样子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边这么多人来找我啊？上一次好像没这么多人吧？天哪、啊，这些死亡都是拿着这种刀的啊，小刀是很危险的、啊，不要拿着小刀啊！我跟你说，哇！哇，这声音听着真爽！这声音，我就站在这边看好戏就好了嘛。嗨，你们好啊！我们站高一点好不好？哎，原来上面不要跟我抢位置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你打我同伴啊你！你打我同伴啊你！虽然说最后我们的同伴也都会来打我们就是了，我感觉是啦。Oh my god！ 我们这个同伴真的好凶哦。对哦，所以用冲击波把他们给冲下去也是一个好方法哦。这边是可以长舵的，所以这个又是一个一大堆平底锅的东西在这里了。哎，那边在干什么？那边干什么？掐着我们的同伴，所以这一艘船上面的人可以先解决掉咯。哦，真的都解决掉了。但是我们的同伙，这边我们救一下我们的同伴啊！同伴站起来了，同伴可以站起来了，同伴不要再躺了。同伴是时候站起来了，同伴站起来了，非常的好，受到我们的激励，太棒了！平底锅，所以这边还可以开炮，但是这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哦，所以我们要先去那边拯救一下我们这边的同伴了。哎，这个东西会卡住我，我会不小心把我给卡下去啊！这个家伙呢？哦、好，他来找我了。我刚刚怕我那样一脚一踢哦，然后会把我们的同伴一起都踢下去了。现在我们就站在这上面。观看下面的状况吧，这才是身为一个船长该做的事情。有一个同伴被围殴了，身为船长的我是不是应该过去帮忙一下？当然是的。喂，你刚刚不是应该打那边的，怎么会打到我身上来啊？喂，等一下，这个家伙很强。哎，可以踢倒的吗？喂 ！Oh my god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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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呢？我拿了这把好了。所以他们人都走掉了，这边还有一个彪形大汉。这彪形大汉呢，又是属于这除了我有特殊功能、特殊能力之外，他们也有啊。喂！我正在赞叹的时候，这个人怎么又不见了啊？他怎么会凭空消失的？他刚一站起来又凭空消失了。这边还有一把枪哦，哎，来吧。所以他中了一枪之后，是不是又站起来了？我感觉。好像是欸，所以旁边的人死掉，我也可以那个得到好处就对了，挺好的嘛。不过他们都过去那边了，去找我的伙伴去了。剩下九个人了，好像也不太需要我们动手了。我这伙伴超强欸，我这伙伴一打几了？刚刚他被围殴了不是吗？哇，还一个打好多个哦，不愧是黑胡子。喂，我这个原来在下面啊。他砍不到他，我来帮忙一下好了。OK， 可以了，我们就顺着他的脚步走。黑胡子，交给你了，黑胡子，大胡子。我看还没有可以用的枪哦，这把已经不能用了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他要去哪里了？那边还有两个彪形大汉哦，所以还剩下多少人？他是不是也找不到目标要打了？他好像找不到目标了。我决定了这边飞刀。惨了，两个彪形大汉原来是一起的、啊。我还以为他们会，厨师都来了，不，还好剩下四个人，所以是一二三四，包含我们的同伴在内，总共四个人，所以这是厨房喽。
欸，有远程武器，不对不对啦，是那个范围比较广的武器，我就拿了它了。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技能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人既然都要，我们先那个好了，先打他个几下，先打稍微打他们这个几下这样子。先把他们都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好了，然后我们再使用技能，用那种开枪的，欸，四个一起来，来吧，不晓得可不可以一次就把他们给电死啊？我觉得彪形大汉好像会比较难一点哦。彪形大汉能够一次就电死吗？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同伴也电下去了。彪形大汉果然电不死啊！是被我们的同伴解决掉了一个彪形大汉啊！这同伴真的超强哎！继续开枪，继续开枪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三个，继续开，继续开！哇塞，不是吧？捡一下，捡啊！你为什么不捡？打！我打！哦，尸体哦，冲击波，我就想要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作用了吧？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断找更好的武器，然后往他身上丢吗？试试看，插不死他呀！这个果然是超强最强船长了吧？这个还有彪形大汉，搞定了！彪形大汉永远是这个样子哦，重看不重用的，所以真的最强的是他了。真的，他是最强的。刚刚，哇，终究还是把他们给解决掉了。不过这张地图真的超爽哎！这张地图最爽的一点就是，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的那个一大堆的位置不断的死来死去，我们根本都不用动手哎，超棒的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离开了，太棒了！我超喜欢这张地图哎，后面这一张。那第一张地图就算了，这个居然还有 bug 的。那目前我有下载过的这些地图，我已经全部都先玩过一遍了，感觉都还蛮不错的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这集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回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